无人的路。这里的人就是没有在理红绿灯的，你要过就过。吃饺子，这是串串呢、欸。啊，这个也是串串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串串，这个才是串串。这是串串，这是吃串串。这个才是马路边边。嗯，所以想吃什么？吃这个呗。吃这个也可以啊。串串，决定吃串串吃饺子。对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叫他 Ed Dollar 的嘛，我叫他佳言。Hello， 欠打，为什么我欠打？你忘记他了？因为我忘了你叫 Ed Dollar。串主播，我是绿王绿，拜。先这个吧。就全部丢啊！这个也太可爱。我们去丢。它怎么算呢？没有，就是应该是一个价钱，然后拿多少了？它可以 review 了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。翻腾着，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拿肉，我们一直在拿菜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算了，就一个一个一个算，因为它有些那个汤是没有东西的。哦，应该是。那个是沙沙？没有哎，还要自己调。你看，我要吃醋。吃醋？你看它的醋几多呀？吃蒜，这是我们拿的没？这啥？生鱼片。能量好干哦。要讲吃的，不要紧。好像鱼，不明
明物体，真的是不明物体耶，这个鱼吧，蟹柳吧，好像蟹柳，这个海蓝啊，啊，掉下去，这个真的吗？减二，哎，还有糖葫芦，好可怕，我不会吃哎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崔汤帮你转一转啊，免费品尝，免费试吃啊，只要想要再看，免费品尝，免费试吃的，吃的买不买没关系的，免费品尝的。这是一个假人，笑死我！要不要来一点？尝一下味道，现热现卖特色软式牛轧糖。要的。美女，要不要来一点？你是华人吗？对。什么？这种还是一只羊肉串，嗯，很光滑。没拍。Holy shit！ 数字把双牛饱，吃这个，你们竟然吃得下？对，怎么会吃不下呢？还是你要那么大圆筒？还是那么大圆筒？对，看一下啊。谢谢你们，先点你们的，我看一下。是卡到他的，想要叫他就他走掉了，不理我。卡到他，不要了。是害喜了吗？啊、一个月没来了，他就一直吸，从那边吸下来。是哎，那就炸了。哎呦！哪一个？我买了一个 Happy Meal。With Anna。With Anna， 来了 Anna， Anna and Anna。他
还有薯条，一个牛奶，那个 Coco 买了汉堡，好多钱？好多钱啦？我要做一个实验，来，我们来一起看。妈妈就换，我们换这一瓶。